清熱產品之中我就最喜歡卸妝膏了，因為它比較溫和，適合不同膚質的人用，而且是落得很乾淨。我可以一邊卸妝一邊幫塊面做按摩。今次我要介紹的兩款卸妝膏都相當好用的。第一款要介紹的咧，就係有世界上最好用潔面產品之稱嘅 Eve Lom 啦。每一盒咧，佢都會附送一條棉巾啦，配合潔面霜去用嘅。佢混含四大精油同埋可可脂，清潔之餘咧，仲可以幫助排毒啦、抗炎同埋滋潤皮膚，所以用完之後咧，就唔會有一種掹掹緊嘅感覺。落妝的方法其實跟其他產品不同的，一開始都是拿少少在手打圈去溶解彩妝，然後用熱水浸濕這條棉巾，熱敷可以令到毛孔打開，徹底帶走油脂和化妝品。重複這個步驟三次，最後將棉巾浸凍水敷上面，收細毛孔。用完之後你會覺得每個毛孔都好像透到氣一樣，潔面效果非常出色。如果預算比較少，想找一款價格比較實惠的卸妝膏，我就推介剛剛登陸香港的日本品牌 Duo 了。他們的王牌卸妝膏連續7年都獲得了日本的美容大賞，一直都是銷量冠軍。打開卸妝膏就會聞到玫瑰精油的香氣，搽上面的時候它就會立刻融化，可以減低卸妝時候對皮膚的摩擦。乳化了之後的乳霜質感不會周圍流，而且是不醃眼的，所以很適合眼部的卸妝，而且植了眼睫毛的人都可以放心使用。裡面還有31種抗老美肌的成分，可以卸妝之餘又可以增加皮膚的透亮感，